而一切都打得那么不真实。在我最彷徨的时候碰到了你，不会是另外一场梦吧？王先生，我请问您靠什么来养我的女儿？伯母，我是个粗人，但现在是乱世，反而更能生存。我们家月容早已经成亲，还有两个女儿。怕你男人已经翘鼻子了。你敢下来吗？你还年轻啊，有吃有绑的，可以飞的。我杀过人，什么党派的都有。你到底干的是什么差事啊？你要是条龙，就该出海去。阿龙，我决定了。月容，我等你。我们重新开始，一生一世。